中原普渡苗栗竹南镇中港地区特有文化是将祭品呢称作 Q 的，为表示对好兄弟敬意，还举办过比赛。苗栗县在地文化协会为了延续这项的文化，是以兔子生肖为主题，小米制作而成的一个祭品，相当的可爱有趣。模样可爱讨喜的兔子出自简桌 Q 的比赛，冠军肖正德老师之手，煞上金黄小米闪闪发亮。大部分是以小米内容为进行设计，然后嘴巴跟耳朵部分用枸杞，然后很特别的是他这里还有拿了一个小小的红萝卜。对，那除此之外，我觉得今年肖老师在瓜果上面的雕刻用得非常的用心，可以看一下那个两个瓜果，它上面的那个雕刻呢都是非常的细致的，而且他事前还做了一些抛光啊、烤的处理。这尊姜太公钓鱼蓑衣是用咸菜做成的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呢？这个姜太公呢，他的台语有一个名称叫姜太公，哦，姜太公、姜太公、姜太公、姜太公，有个谐音的意味在里面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姜太公，他的披风就是用客家菜里面非常传统一个食材，也就是咸菜来进行处理的。沿袭传统 Q 的普渡艺术文化，苗栗县在地文化协会今年除了办理食农教育夏令营，让学童加入食艺创作，更邀请到羊毛毡纸黏土手工艺老师加入创作行列。那我们今年这次的主题是台菜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烧鸡啊，它是以纸黏土制作的。那我们也有用羊毛毡制作成的红鲟米糕。那像这样子，这个 Q 弹的呢，其实是大厨做的三层肉。那像苹果啊这些的梅材呢，我们也是集合了不同的梅材的手工艺的老师制作的，希望可以集结我们在地的手工艺达人的这些惟妙惟肖的食物展品呢，为我们这次的简桌带来更多的特色。许多人对 Q 的文化仍旧陌生，有兴趣不妨来到竹南中港陈家古厝一探究竟，了解在地特色文化之美。